哦，准备了吗？按哪个仔害死了？哎呀，哈！我是董事长的同班同学，又是他的好朋友。你叫咩名话？叫他姐姐。好啦，我哋同班朋友。之后圣诞节嘅时候，我会嚟佢屋企一齐拍片嘅。呢、这个就介绍片啦。首先，我想问啲问题，问观众问题。我同佢边个靓仔啲？系留言，唔系，到时你哋到时留言就讲啦。再见。